我跟你说，骂哥真的是磨练我的一位前辈。他曾经就有跟我说过这一句话，他说，因为有一次我跟他上综艺节目，然后他就真的是一直戳我，一直戳我，戳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。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位前辈这么不喜欢我？过后他就跟我说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他还记得吗？他说。因为你有效果，所以我把镜头给你。哇，真的，所以我永远记得这一句话。他整个身形就是一个开心果。其实Xixi，你不要小看自己，真的。就算他不戳你，镜头还是在你身上。所以我很难小看我自己。因为镜头一过去，旁无其他人了、啊。所有人都挤不进了。你的意思是他已经填满整个镜头了是吗？没了没了，真的。就是因为有这两位前辈一直在我旁边戳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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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自己。